少台湾艺人受邀前往米兰参加当地举办的时装周活动，其中日前密集投入电影《想见你》宣传工作的女神柯佳嬿，近日也在社群平台发文写下出发米兰时装周。她同时晒出一系列充满仙气的机场时尚穿搭美照，只见她放下一头飘逸的长直发，留着俏丽的刘海发型，脸上画着精致的妆容，身穿黑色上衣、外搭卡其色的长版风衣外套，以及黑色长裤和白色球鞋，身上还背着一个黑色的肩背水桶包，整体造型非常休闲帅气。尤其是其中有一张照片，她走路时随意拨弄头发的模样更是美翻了，大批网友看到美照后纷纷激动留言狂喊女神实在是太美啦。